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丛林中，一处光彩夺目的景象正悄然吸引着无数目光。它不仅仅是商业与艺术的碰撞，更是全球化时代品牌力量的展现。猫人品牌携手其全球代言人肖战，在泰国以及中国杭州的核心地段，铺开了一场跨越国界的视觉盛宴，让全球粉丝为之沸腾。一、全球视野下的品牌强强联合。当泰国的阳光洒落在街头，行人不期然间抬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震撼的画面。肖战这位集才华与颜值于一身的青年偶像，以猫人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跨越千山万水，以巨型广告牌的形式出现在泰国的都市风景中。这不仅是肖战国际影响力的认可，也是猫人品牌全球战略的重要一步，象征着品牌与代言人共同迈向国际市场的决心和实力。二、杭州武林广场，城市之星的闪耀焦点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国的另一端，杭州这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城市，武林广场的中心地带，一块巨大的 LED 屏幕正讲述着同样的故事。武林广场作为杭州的会客厅，不仅承载着城市的文化底蕴，更是时尚潮流的汇聚地。在这里，肖战代言的猫人广告大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广告的展示，更是品牌文化和时尚态度的传递。肖战的形象与猫人品牌的结合，在这个城市的 C 位上，以一种几乎触手可及的方式，与每一位路过的行人进行着无声的对话。三、肖战的魅力，跨越国界的影响力。肖战自出道以来，以其阳光健康的形象、卓越的艺术才华和积极向上的公众形象，赢得了国内外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。此次作为猫人全球品牌代言人，他不仅代表着品牌的形象，更是将个人魅力与品牌理念完美融合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青年的风采。在泰国和杭州两地的大屏展示，无疑是对肖战全球影响力的最好证明。无论是泰国的热带风情，还是杭州的江南韵味，都因为肖战的出现而更加生动起来。四、品牌的力量，猫人的全球视野。猫人作为国内知名的内衣品牌，选择肖战作为全球代言人，无疑是看中了他在年轻群体中的巨大号召力以及国际化的形象。此次在全球范围内铺开的地广宣传，不仅是一次品牌营销的升级，更是猫人品牌战略转型的重要标志。它表明猫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化市场，力求将舒适、时尚、科技的品牌理念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在泰国和杭州的这两块大屏背后，是猫人品牌与肖战携手并进，共同探索全球市场的决心与行动。他们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，分别在亚洲的东西两端熠熠生辉，不仅照亮了品牌的国际化道路，也为全球粉丝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猫人与肖战的合作将会创造更多令人瞩目的辉煌时刻，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，让全球消费者感受到中国品牌的魅力与温度。